啊，信了之后要写，就真干。有信无信，张家大师说不是真信。啊，这是大师早年给我的一个标准，让我自己时时刻刻去体验。啊，没有做到的，性里头有问题，性要没有问题，怎么可能做不到？啊，有心才会有缘，幸运在前面领导啊，心在后头跟着，一步也不离。啊，信心这少，这是末法普遍的现象，我们都看到了，也许我们自己也在其中。怎么办？皈依三宝。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，真回头，真依靠。啊，三宝在哪里？三宝在今天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在世的时候，三宝是一佛的应身。佛灭度之后，代表三宝的就是经教。所以佛教导我们是依法，依法不依人。啊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知不依识，了义是我们对于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取舍的标准。什么叫了义？我们能听得懂，我们能听得明白，能依教奉行，这叫了义。啊，太深了，我们听不懂；太浅了，我们听了不感兴趣。一定适合自己程度，适合自己现前生活环境。啊，以及文化水平，这些都是我们取舍的条件。